潮汕特产大盘点。潮汕地区包括汕头、潮州、揭阳、汕尾四市，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地带，地理条件优越，物产资源丰富，是著名的美食之乡。潮汕人天生宗族意识强烈，至今保留着本族的传统文化饮食习惯，在懂吃、会吃、爱吃的广东人里显得独树一帜。那盛名之下的潮汕都有哪些特产呢？汕头远近闻名的牛肉丸、老妈金酱椒、西路澳洲羊杯、饺子、金枣的三年干啊、大好的河衣、好贵贵食的辣饼、青海的老锅、乐头掌、辽南乡下的熟沙、门关豆帮、合山红鸭、南澳的铁椒、蛇鸥、莲藕的炖锅。潮州老乡鹅、老乡鸡、二婆西，合称潮州三宝，出现在《舌尖上的中国二》的柳州春梗，独具潮州风味的鹅生、海生以及河生，红方大长的柳州家油片的高登菜脯、西头锅、潮安的腐竹饼，还有澳人安的黄子。揭阳用下的冰棍粿及鱼蒸，用更摆豉油、普宁的豆酱、豆干、青梅、板卡的油柑、红样的竹荚、椒干、大肠岭的南汤、回来的龙江刀卡饭、静海的豆豉、激荡高处淮山、煲长笋、椒炖的奶煲、成笋的激火锅、丹山的鲜火卤刀卡，还有属于潮汕的炒粿、炖粉、红桃粿。各位潮汕小伙伴，你们家乡还有什么特色产品呢？都来评论区晒一晒。